我个人过去花钱的习惯是这样子，大概还没有到，也就是说，按人家薪水嘛，我有一年薪的价值，我们就要，我反正想说，你薪水就有钱还人家嘛。陈龙泉监狱的教诲志工，每星期都会到各大监所跟受刑人分享上课。身为更生团契的一员，他一直致力于帮助这些容易被外界忽视的心灵，企图导引他们走回正途。而这个看起来斯文的教化老师，竟然也是一位更生人，曾犯下贩卖海洛因的重罪。吸毒又贩毒，入狱又出狱，陈龙泉的人生曾经在荒唐中度日，而这些过往的污点，现在他倒是坦然面对，用自身的经历成为别人的帮助。今天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呢，他是从中辍生到中途之家的辅导，他从混帮派然后做到了监狱的讲师，他过去是个毒贩，但现在却是帮人戒毒，真的是生命相当的精彩。不过你如果光是看他外表，你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他的生命有如此的高潮迭起。欢迎龙泉来到真情部落格。你是在眷村家庭长大的孩子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家庭环境怎么样？为什么听说大哥常欺负你？你们家几个孩子啊？我们家五个，那父亲常常在外地工作，所以在家的时间比较少。嗯，那所以大哥就在家就变成怎么讲，他就有点这个兄带父子。嗯，所以就常常管教我们。那我小时候，可能还大概比较可爱吧，我也不知道了。那左右邻居叔叔阿姨有些是蛮疼爱我的，嗯，所以对我很好。那哥哥就会利用我这一点，然后去他缺乏的时候就叫我去跟人家去去借钱啊干嘛，你不去他就会揍你。哎，那他因为得不着，他就要修理你。所以我大概从小好几次了都是这样子，哎，被他打。所以我到国一那一年吧，所以有一次我跟邻居出去偷抓人家鸡啊，嗯，那就被人家抓到，那抓到就要带回来，那带回来跟家长要索赔啊，那我想这下惨了，回去被我哥知道一定打半死，所以还没到家我就跑，就先逃了，就落跑了。可是哥哥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会让你觉得说你非跑不可？你说打半死，很多人说哎呦我回去会被打半死，可能是开玩笑的，你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有可能会被打到半条命没了？是真的。因为平常没有什么事他就把你打得趴，我常常被他打趴在地上。会受伤吗？会啊，会受伤啊。那妈妈不知道吗？跟妈妈讲没有用，因为妈妈也弄不过他。嗯，那你跟爸爸讲，那爸爸也许会训他两句，嗯，可是等爸爸转身走了，因为爸爸一个礼拜回来一个一天半天的，那好了，其他时间你就惨了。所以你敢讲吗？你不敢讲，那你只能自己。嗯哼，逃家是唯一的出路。可是你能逃去哪里呢？13岁偷只鸡嘛，就必须要离家了吗？对呀，因为刚好我们一个邻居，他比我大2岁，嗯，那他也中辍，没有读书，他就带着我一起去外地，就我们就去找工作做了。嗯嗯嗯。就开始当算童工嘛，对不对？算童工，对，算童工。做些什么呢？那个是染织厂，就在那边染布，我们每天在那边整理布。你喜欢吗？也不会喜欢了，但是至少那个地方很安定，让我有收入可以生活，没有恐惧。你是想妈妈怎么办？想妈妈也只好就，可是想妈妈就会想到哥哥，就算了，不想了。你是怎么被找到的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应该是先找到我朋友，因为他们大概知道我们在一起嘛，所以可能就是问到我跟我一起那个，那大概他就跟他们讲，哥哥先来，我大哥先来，他大概觉得过意不去，所以他先来，那先来我就很紧张啊，怕会不会跟他冲突打架，还特别找人
也还好，只是来看一看。然后过没几天，就我大姐就来了。嗯，然后呢？那大姐来，她就非要拖着我回去。嗯嗯。对，那第一次我不肯，我说我在这边就好好就好了。第二次她就来就，她就直接去找厂长了。哎，老厂长就帮我办辞职，然后就叫我东西收拾收拾，就硬帮我拖回家去。只是你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你要再回去上课，对你来说会不会有点困难？会，所以隔没多久，我父亲就帮我带到淡水去。那带到淡水就到那个电子工厂去上班，那也上了一段时间，那一段时间大概也是半年多，那本来也稳定了。哦，那也准备去读夜间补校，准备复学。其实我一直有复学的准备了，就一直想要重回学校。可是半年后公司又裁员，哎，那我又被裁掉了，裁掉又失业。失业的时候已经大概15岁多了吧？嗯嗯，15岁了就身体也长得比较大一点了，然后又回到村子来。那回到村子来，哥哥也去当兵了。嗯，哥哥正当兵呢，家里也变成没有人管我了。开始就跟我们那边比较年纪大的一些，就开始混了，就长胆子了。哎，就长胆子了，对，因为大概肉多了哈，胆子也比较大了。从小在家得不到安稳，累积了许多怨气，小小年纪就离家出走，也中断了他的求学生涯。陈龙泉的人生开始逐渐地偏离了正常的轨道，开始结交到各色朋友，毒品也偷偷地溜进了他的世界。爸爸好像常常不在家了，那大哥在家里边掌权的嘛，所以后来就是常常会被大哥修理啊，动不动就动手得救啊。那小弟弟那么说国中都还没有读完啊，竟然就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刚好就跑出去了，不敢回家了，怕被修理了哈。这基本上这个孩子不是本质不是那么坏哈，哎，不是混长大的，就是害怕家里边被修理。只要是学校放假，我一定会回家。那当然经常看不到他。那我母亲跟我讲说，他已经有一段时间开始辍学，经常就是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两天上学三天放假，那段时间就非常非常的头痛了。那我们因为我那时候在学校在私校也没有办法去约束他，去跟他做一些规劝，但是那一段时间后面有好一阵子了。那毕竟还是要靠他自己，因为环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。那被一些不好的朋友这个成群，这个我们讲什么成群结党啊，胡作非为，就可能那时候的开始。这么小就进了社会，后来也不想读书了。不想读书之后呢，也交了一些混的朋友，在一起能做些什么呢？所以你开始啊，我们刚开玩笑长胆子之后，真的就开始打打杀杀起来了。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哈，因为我们眷村有一个恶习啊，就是说外省人跟本省人哈，总是好像要斗一下，要斗一下打一下，要斗一下打一下，所以我们是基于这个原因，所以我们这个组织起来，啊，专门去搞这种事情。所以我大概17、18岁，我就决定不要再打打杀杀了。嗯嗯嗯，就那个时候刚好我们那个就是带我们的那个老大，我也看清一点了，这个老大他好处啊都往自己口袋放。那我们这个傻傻的跟着他打打杀杀，结果好处都到他那边去。嗯嗯。所以有一天我就跟我一个有一个好朋友，我们就两个就拿着刀要去找老大算账。结果老大竟然跑掉了。那跑掉就算了，跑掉就也就趁那一次机会啊，就大家就都散了。嗯。就觉得没什么意义了。真的，你这么早就觉悟了。是啊，我是很早就觉悟了。所以你根本没有想真的要混嘛？没有了。那干嘛朋友一直找你，然后让你离不开这个圈子啊？可能就是在那个圈子里面你比较自在一点吧。嗯，因为大家讲的这个同样的语言，哎，那这种思想观念的比较接近吧。嗯哼，你后来怎么混着混着从打扫的小弟跑去
到夜店工作？那是透过我一个朋友吧，他说有一个夜店在征服务生，那没想到在夜店做啊，夜店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，那些这种各个帮派，那时候因为我们那间店那时候在台北市还算蛮知名的，那时候台北市没有几间夜店，所以各大帮派的分子都在我那边出入，那我们在那边做服务生当然就会跟他们接触啊。可是其实你少爷也当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去贩毒呢？就有一个帮派的大哥，他要开一家啤酒屋，要开啤酒屋，他就硬要拖着我去，他说你来我给你擦干股，也不要哦，这个反正就一副非你不可了。那碍于情面，那又碍于他是大哥，哎，我们再你要再拒绝，到时候又翻脸了，所以我就好吧，那就把工作辞掉，就跟着他去做。那结果没想到一做，不到一年他的店就垮了。垮了就失业了，那失业了，那他当然他也很惨啊。那结果他就去找了他一个贩毒的朋友，那就是这样子开始碰毒。那其实我碰毒是我从小，十五岁那时候在我们眷村就开始吸强力胶了，那个时候就有碰毒的经验。强力胶、大麻这些东西你曾经碰过，但是苏志刚等级很不一样，你还敢碰啊？起先以为，因为我们刚开始会试用一下嘛。那用一下你就停一停，觉得好像不用也不会怎么样，就觉得你自己好像可以克服克制哦，你可以克制，你想用就用，那你想不用就不用，可是毒品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，它往往就是在你认为你可以克制它不用它的时候哈，那你对它就掉以轻心了。那时候警方查得紧吗？他几乎不必太怎么跟从你了，就是他只要到西药房门口，大概就可以抓住了，再就抓几个人。怎么抓？因为你要打针，你一定要去买针头。买针头，你去买针，就怪异了。对，就有嫌疑了。而且只要一抓到你，把你袖子掀起来一看，这个很容易就看出来。所以我们那时候不太敢去买针头。可是针头很需要啊。对啊，很需要啊。那你们怎么用法？就总不能轮流用吧？会轮流用，又很危险哦。这个倒还好，那危险就是危险。我曾经有一支针头哈，就是我藏在天花板上面，放久了忘记了。那有一次针头打到那个针已经就是不利了，就戳不进去了，戳不进去，钝掉了，我就要换针头，又不敢去买，想着针头，本来是想说自己再把那个针头再磨一磨，可是磨了好像还是不够力，然后我又想到，我有藏一根针头在天花板上，那就把它拿下来，那拿下来一看已经生锈了，你还敢用啊？生锈了，可是很利啊，那只要把锈磨一磨嘛，然后用打火机烧一烧，消毒一下，就是继续打。哇，你们真的是不要命那时候。真的是不要命。我现在回头想一想了，真的有以前能够这样子活过来啊，真的是命大。大概没有多久，几个月吧。几个月就被警察抓进去了。还好被抓了。还好被抓，没有被抓啊，真的。不知道会折磨成什么样子。不知道会变什么样子。那你贩毒判应该蛮重的吧？第一次还好，第一次他没有抓到我贩毒，因为我第一次被抓是我要去找这个上游盘商拿药的时候被抓的，所以警察那时候是要抓那个大毒贩，那我刚好倒霉去拿药，被抓到，所以警察把我就当一般这种吸毒犯，来送办，所以那次就判得比较轻，半年而已。所以你后来被抓进去的时候，妈妈有去看你吗？妈妈有，妈妈来看一次，我就叫她不要再来了，就是不忍心看到老人家那种对你那种关心啊，对你那种就是好像怎么讲，就是
你看到他那种眼神哈，那种不舍舍不得哈，怎么我的孩子怎么会关在这里？我的孩子怎么会？他因为我在我母亲的眼中一直都是保持很好，妈妈都一直认为我是很好的，我在外面再坏再怎么样哈，我不会在家里面表现，就是说我不会把外面的恶习带到家里面来，所以我在妈妈面前，妈妈都是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。我只记得那天晚上，我们整个房间堆得满满的，都是海洛因。我们用两匹雕刻马运输进来。我的天哪！多少数量我都不记得了。你不怕？怕，当然怕。怕万一这时候警察冲进来就闻死。哦，你说那个圣诞节要送的东西是？有啊，那个要等那个，大概那是长老会的，那个要大概下个月应该会来。陈龙泉善于与人沟通，工作能力强，是根生团契里的重要角色。而当初他在出狱后，因为不舍母亲的难过，决定洗心革面，不再靠近非法事业与毒品，也发挥了他的业务能力，展开上班族生活。我实在很难想象他有吸过毒、卖过毒，对，因为当我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其实第一印象就是觉得，他是蛮老实的，然后那种比较像严父的角色，也看不出来他以前会做过那些，我觉得很难想象，因为他整个外观都变很多。可那时候过得还很好，结果不晓得是临时起意还是什么，就可能是突然想到自己可能做得好的时候可能还要更好吧，就突然想到自己出来创业，凭他个人一个人能够开一个小小的一个印刷公司，他也没有跟其他人合伙，就独资。其实原本就没有想要混，从监狱出来，其实看到妈妈这么伤心难过，你说你最舍不得的也是妈妈吗？有想要改过自新说啊，算了，就好好开始吗？对，没错，那次出来之后我就告诉自己了，要好好重新开始。可是要重新开始其实不太容易，因为没有学历，没有什么专业，也没有什么背景，就干脆了，是个新生一计啊，就把我哥哥的那个毕业证书啊拿来，因为我哥哥退伍，他士校退伍之后又去读这个专科学校，那读到专科毕业二专，那我就把他毕业证书拿来影印一下，啊，就自己改一改，假的学历，结果果然又应征就上了，当 sales， 卖什么？卖影印机。那真的认真做，还做出一点业绩来，那也觉得自己，是可以做一些什么东西，那就这样子，因为有人看到我在卖这个东西，哦。他就觉得，这家伙好像有点本事，那因为他在电脑界，他在做电脑，那当时电脑很缺 sales， 因为电脑 sales 不太容易，那他看到我在做这个东西，就觉得，应该哈，这个可以来做电脑，转切入电脑应该不成问题。对，你这样子越卖越专业的东西，你不怕？比如说你的学历是假的，或者说，没错，对，会啊，会担心吗？刚开始还不太会，因为你卖事务机器、卖医疗器材哦，因为那个环境比较封闭，对，那你也没什么感觉，人家也不会去问你什么学校毕业的。可是到了电脑界以后就不一样了，当时我们就去做那个新高汽车，那把它整个汽车保养厂的电脑化整个包下来，就是把它签下来，那是我去做的，所以一炮而红之后啊，那大家都在打听这个人是谁啊，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各个学校的资讯系啊、电机系的，所以他们 case 被我抢去以后，就在看，
就在问这个人到底是谁，背景是什么，所以那时候就心就很虚啊。那我这个人有时候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就好像一个地方没办法待太久，可能就是想要往上爬吧，升官嘛。嗯，那所以当时就有电脑公司来挖角，那给我很好的待遇，那让我去带他们的业务部门。嗯嗯，那我就去了。那去了以后，那当然你是业务部门主管，你要扛业绩啊。对，那就开始有压力了。然后毒品这个东西哈，它真的是很邪门，专门在找你哈，在你不经意，在你失落，在你这个沮丧哦，在你压力来的时候哈，他就偷偷就悄悄的就找上你。那时候就开始用上安非他命，那更惨，用了安非他命，你又是有身份地位的人，那又是一个空洞虚假的人，嗯，然后又成了一个吸毒的人，所以那种心理的煎熬哈，真的很难，不知道怎么形容了。有时候自己回家，我不太想看镜子，因为你看镜子看到这个人哦，嗯哼，到底是什么人？自己快要有点错乱了，可是就有人看上你，嗯，哦，他就觉得说，哎呀，龙泉，你做这个小财大财小用，要不要跟我来做印刷？哦，他又来找我这个投资做生意，嗯，又把工作辞掉，那所有的该标可以标的会我都去把它标起来。那时候有跟一些会，那自己一些存款就通通把它拿来，就把它投下去做印刷。我生意很好，业绩很好，可是我唯一的失败就是我估价一直错误。这太离谱了吧？你估价，这个很离谱，很重要哎。对，估价非常重要，可是我每次都估错。你每次都低估了是吧？都低估了，而且估错了哈，通常都是比较大的标案。你像我做银行那个、嗯、那个信用卡的那个行路啊，嗯，哦，它有金卡有银卡，那个金色银色啊，那是非常高单价的东西啊。对，那我把它当一般的颜色来估啊。那你难怪你很好标啊。对啊，难怪我很好标，生意这么好做，到后来搞到哈，晚上哈连觉都不敢睡。你怕眼睛一闭下去啊，嗯嗯，第二天支票要跳票，嗯嗯嗯，好可怕哦。对啊，所以是因为这样你又回头再去贩毒了？对，是因为这样子，那段时最后还是收起来。那因为那段时间真的亏得很多。那时候就是以前那时候找我出去做啤酒屋的那个帮派那个老大哥，那他那时候在做麻将场。嗯嗯，啊，麻将场，我就到他麻将场去，就算打打工了，混混日子啊。那在那边又遇到以前我们酒店维士的南部上来的兄弟啊，因为他在高雄嘛，那高雄因为他是在那个毒窟长大的，嗯，哦，在毒窟长大，所以他在那边他有一些人脉啊。那刚好就是他的老板，就是做毒的了，那个大盘，那就找他，哦，叫他再回去，然后他就问我，哦，他找我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，找我去帮忙。你们运了多少啊？哦，详细数目我不记得，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整个房间堆得满满的，都是海洛因，我们用两匹雕刻马运输进来。我的天哪！对，然后再加上因为要掺杂一些那种其他的东西嘛，嗯嗯，所以整个房子地板上满满的都是，嗯，多少数量我都不记得了。嗯嗯，你不怕？怕，当然怕，怕万一这时候警察冲进来又闻死。对呀，所以我们那晚上很紧张，要包装，要赶快，连吸毒都不想吸它。那么多毒品在面前，想都不想，只想赶快把它弄好，那把它这个批出去，送出去以后，赶快把钱拿到，我就好好这个过我的生活了。所以你本来只想赚这一笔就好了。对，我只想赚这一笔就好了，把财务危机度过就好了。只要把财务危机度过就好了。
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因为太紧张太急了，所以很多东西没有包装好，就是那个压没有压紧来，所以送出去以后退了大概三分之一回来。嗯，退了三分之一回来以后，我就放在我那边，要找时间要重弄。那因为风声鹤唳了啦，我们就很明显感受到有人在跟监了。嗯嗯嗯，就不要动了。就不敢随便轻举妄动。那我一直在想办法，看怎么样把那些要拿出去。可是真的找不到机会。有一天晚上就睡不着觉，我就闲着无聊了。闲着无聊了，我就去把那个海洛因拿一点来。我想说大概完蛋了。那趁这个时候试试看嘛，一辈子没用过海洛因。我那时候以前我们打速士康啊，速士康它是一种海洛因的替代品，所以它打下去有类似海洛因的作用，就是会让你全身放松哈，人会轻飘飘的。嗯嗯。那你速士康打下去，你大概就飘到天花板。那海洛因就不一样了，海洛因我还不是用打的，我只是用吸的，就是掺在香烟里面吸而已，只吸一口。因为我是纯的，100%纯度的海洛因，我只吸一口，哇，不得了，整个人就好像完完全全就完全放松了，就好像飘到云端去了。所以海洛因之可怕就是在这里。你是在吸完之后警方敲门进来的？我是迷迷糊糊到天亮醒了，精神都好了，整个人清醒了，刚起床洗脸刷牙。就来敲了，然后这个调查局的又一涌而入。曾经想要走回正途，却又因为贩卖海洛因而二度入狱的陈龙泉，这一次要面对的是贩毒重罪换来的漫长刑期。一般人在做贩毒，他们一般都是。可能我们讲说你做小偷可能做了14、20次，第21次才被抓到，那他不晓得是为什么，第一次就可能就是也许运气吧，这个叫他不要作恶多端，他一直害了太多人，赶快可能就东窗事发，让他能够这个迷途知返也是好事啦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高雄去帮他处理他的一些房间的东西的时候，我没有看到半毛钱，他的皮包里面只有一些普通的一些证件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毛钱。很不容易，就是无期徒刑好像改判，虽然就是我觉得说到最后他是跟我说他就是愿意就是诚实啊，就是全部都交代清楚，然后就改判，我就觉得很棒吧，因为。诚实不是很简单，我觉得。陈龙泉虽然必须忍受难熬的牢狱生活，他也在其中接受了基督信仰，找到了人生方向的他，心态上有了180度的大转变。当年这么大批的海洛因被抓，应该算是个大新闻哈。所以你当场算是现行犯嘛，就被抓进去拘留。对，因为重案嘛，所以就让我到那个禁见房。那个地方很可怕，里面你找不到一张纸、一张笔、一本书，连佛经都没有，圣经什么都没有。那两个人一房。两个人一个房间，因为他不会让你一个人，一个人可能很快就疯掉了，还有两个人还可以开始还可以讲讲话。3天5天一个礼拜以后，那他往这边走啊，我往这边走，两个人就在房间里面踱方步，那个脑袋就是每天胡思乱想嘛，就很想结束自己生命了。结果那个时候是怎么想到电线杆上的一句话是？让你转念了，对，没错，因为找不到东西割啊，我那时候就只想就是割腕嘛，那找不到东西，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，就一直在想死死死，
那想着想着就在想着到底死是什么一个情况，然后想着想着想着就想到，哎，就忽然那个以前那个电线杆上那种话就进来了，哎，他说死后还有审判，死后还有审判，那就不知道莫名其妙那个话就一直进来，嗯，然后就在想死后有审判，什么是审判？审判是什么？哎，到底有没有神？哦，那如果有神，我以前信的神到底是什么神？然后想着想着又不敢死，因为想说万一有审判的话，真的有上帝，所以就不敢死。你后来被判14年吗？对，后来改判14年。然后你是在驻京的时候，然后认识耶稣的。对，因为牧师每个礼拜三进到我们工厂来。嗯，屏东监狱跟其他监狱不太一样，屏东监狱哦，他驻监牧师哦，可以直接到工厂里面去教化受刑人。所以你在那边可以很直接接触到牧师。对，所以那时候看到牧师进来就觉得很稀奇了，因为民国85年、86年那时候台湾经济正在起飞，大家都在赚钱，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不去赚钱好好享受生活，因为在我们以前的观念对，就觉得生活好像就是要赚钱，所以就对这个人就很好奇，所以纯粹就是想找他聊聊天。我本来是跟他讲说不要谈耶稣了，我说我是拜拜的，那牧师也很有智慧了，他不谈圣经好没关系，那这样子好了，你就背一节圣经好了，每次谈完话他就画两节圣经，起先一节了让我背，那我觉得背一节简单嘛，没什么，很容易，那慢慢慢慢他就画两节，然后三节，然后就5节，反正越背就越多了。可是就因为背圣经的关系，就开始慢慢有一些潜移默化。比方讲，圣经，他说你要饶恕人哈，70个7次，那起先我觉得不可思议。那每天就在想，每天就在想，每天就在想。那后来发现，因为有仇恨在我里面，那这个仇恨因为无解，哦，我讲了，你说这个哥哥啊，因为哥哥吗？哦，其实当然了，那你也不能打他，也不能杀他，就算把他杀了，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。那我的仇恨是什么？我的仇恨就是，哦，恨自己不争气，哦，恨自己家庭环境不好，哦，恨这个失学，恨自己没有好的家世背景，所以才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那后来我就发现，原来我在恨上帝，因为我一直怨天，我一直恨上帝，为什么帮我出生在这个家庭？为什么让我这个有这些经历？为什么让我有这些遭遇？所以那天以后，我就把这个仇恨就放下来了。那段时间，因为有牧师给我除了背圣经以外，他也给我读一些其他的书籍啊。那其中两个给我就是影响蛮大的。那第一个是海伦凯特。那个瞎眼，这个海伦凯勒的，又聋又哑又盲的，那我看到这个人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很特别，因为他给我的影响就是，他不是用眼睛用感官来看体会世界，是，他完全是用心灵在体会世界，所以从那一天以后，我也开始试着学习，就是用心去体会一些事情了。不再凭自己眼见，那也不再，这个用自己过去一些观念来思考问题。那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那不一样。当你用心在思考的时候，真的你用心灵的层面去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上帝其实没有亏待你。我有一天呢，这个参加这个聚会啊，就是我们监狱邀请的那个伊甸禅藏合唱团，他们来。这个表演，那天聚会完回去以后，我整个晚上我就没有睡觉，就在想自己的过去，
因为看到他们都是残障的，就在想上帝没有亏待我，而且一直让我这样子平平稳稳这样度过很多的危机，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可是终究还是熬过来了。至少你今天还能够好手好脚，你脑袋还清醒，还可以背圣经，哎，所以那天晚上早上醒来以后，我就是整个人观念就完全就改变不一样了。所以我那天起来以后，我就找牧师，我就说我要读书。那牧师就开始帮我补习功课。哦，我就是在监狱里面开始读数学、读英文、读理化，往我国中这个课业开始慢慢补上。然后到出狱之后，我就去考鉴定考试。哎，那榜国中考毕业，榜高中考毕业，然后再榜空大读毕业。牧师也勉励我，就是说在这个学业没有完成之前，尽可能不要去谈感情的事。上帝大概为了让我能够安心读书，好好学习，装备自己，所以很早他就把我婚姻的对象就让我看见。看见。对。陈龙泉进入更生团契后，除了固定的监督教化课程，他还有个24小时不打烊的工作，就是负责照料中途之家的青少年们。从生活起居、课业督促，到道德心灵上的教育，他都一手包办。长期在就是陪着他们，可以说是24小时的陪伴。OK。那不止24小时的陪伴，当然还有陪他们，就是也为他们准备生活日常用品，然后甚至煮饭给他们吃。我想就是用行动带出来，让孩子能够感受到。自己又花钱去学吉他，那之后要教学生又不要钱了，让学生又自己又懂得弹吉他。哇，几乎每一首歌他都，原先刚开始看呢，他学的时候这个不会弹，那个不会弹，那现在哪一首都会弹。而且很多首我们不会唱的，他竟然都会唱，那这个就表示说他成长，有努力也就有进步。礼拜二、礼拜五他监所回来都大概都4:30、5:00了，像这个时间，4:50，他真的应该在煮饭，或者甚至还在开车还没回来。那他每尤其是礼拜四常常会忙着煮，因为我们晚上要上课，可是他一回来要想办法在20分钟之内变出3道菜一个汤。你就知道他的速度要多快。可是我最近就出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想要离家出走这样，然后那时候我关护人还没来，就是然后我原本有一张劝导单，是就是来这2年多第一张劝导单是老师开给我的。刚开始有生气，刚开始我也很恨老师这样，就是可是后面就是感恩就不会了，因为有时候他真的很辛苦，而且我们也不是说怎么讲，就是是他愿意用他用神的爱来爱我们啊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过来人，所以他能体会，对，就是觉得很不容易这样。陈龙泉现在不只是在更生团契里有好几个孩子要照顾，他也在更生团契遇到了他的人生伴侣陈玉元，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。我记得那时候他说他请我吃烛光晚餐，我想说烛光晚餐也不便宜啊，结果我那天休假回来之后啊，真的是烛光哦，两根蜡烛，然后也是他帮煮算什么煎牛排，我还真的我觉得还蛮感动的。
我们要欢迎龙泉的太太玉媛来到我们的现场。你们现在都在更生服务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你对龙泉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？我觉得他很安静，很内敛，很内敛。对，我听说你们凑在一起的情况是一个蛮特别的姻缘哦。因为我那时候刚回到团契嘛，刚出狱，那牧师也勉励我，就是说在这个学业没有完成之前呢，尽可能不要去谈感情的事。那上帝大概为了让我能够安心读书，好好学习，装备自己，所以很早他就把我婚姻的对象就让我看见了。看见？对，就真的看见他长的样子。看，对。那两次，那第一次就是看到他的轮廓很清楚，当然第一次不太敢确定了，那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，可能是他。那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更清楚了，不但清楚，而且是那个帮他掀婚纱的那个画面，真的哦。对，所以那天以后我就对感情的事情我就全然放下了。所以你知道他看到异象这件事情吗？不知道，一直到他正式跟我表白之后，我说你怎么会确定？然后他才跟我讲这件事。其实龙泉，你们都在这个更生服务里面哦。对，因为你自己是过来人嘛。所以你在面对这些戒毒的啦，或者是中途之家的青少年，你都是怎么样跟他们去相处的？其实我跟他们比较多互动，都是在完成功完岛的时候。那借着信仰跟他们谈一些生活上生命当中我们真正会遇到的问题，那也把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。那这些孩子，因为你如果跟他们关系太 close 哈，那有时候他们会很容易放肆哦。对，所以你如果不够严谨的话哈，你带他们带不来，因为他们是被管教的对象嘛，所以有时候总难免会有一些压抑反弹。我甚至辅导一个孩子四年多，跟我相处四年多的，也是一样，说翻脸就翻脸了。那我们不会在意这个，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有一天他真心悔改，被神的灵碰触了，他就会懂得感恩的。所以再累再困难了，你只要想到不管现在有没有了，只要想到有一天呢，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悔改信耶稣，那你就值得了。玉媛，你在看到龙泉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，这些相处上啊，或者这些困难上啊，你都看见些什么？我觉得他不会轻易动怒。然后不是用自己的血气在带这些孩子，常常是用神的话语在教导。就像他刚刚说的身教，其实他在这个自律方面、生活方面，觉得都蛮严谨的。所以一段时间下来之后啊，身边的人都是有形无形之中都会被改变。回头去想一遍，其实过去的那些路也没有白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上帝让我经历这一段之后，就更能够体会那些失去的人的那种感受吧。知道了解那些他们的心理历程，因为有些心理层面的东西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体会的。对，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话。我想龙泉还是最后请你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因为我目前是在从事监狱跟青少年辅导的工作，那发现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啊，我会犯罪会出问题，其实都是家庭的问题。那所以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家庭经营好。那家庭经营好，孩子犯错的机会会比较少，而且回头的机会会比较大。那现在我们国家社会因为有时候看得很心痛了。尤其年轻的一代每天都在忙着赚钱。然后赚了钱又忙着花钱。所以
帮宝贵的时间生命都浪费在赚钱花钱上面，那真正该去注这个家庭婚姻的经营啊，夫妻的经营啊，还亲子关系的经营都忽略了，所以赚了很多可是失去的更多。我觉得这是我们社会大众甚至我们国家政府都应该要去深刻去思考。我们请议员也做最后的分享。我觉得一个生命的改变真的很不容易，然后在你遇到贵人的时候，你要紧紧的抓住这个贵人的手。那你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可是我相信每个困难的背后都是有上帝那无形的祝福在后面，只要你愿意去面对，不要轻言放弃。我相信龙泉的一路走过来，虽然他的前半生看起来很坎坷，可是因着他认识神，他后来他前面的那些经历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一个借镜，可以帮助他们能够看到愿意改变之后，人生都有一条不同的路走出来了。我想这是上帝带领每一个人真的很奇妙的地方。其实话说回来，还是真的要回到家庭价值为中心，把孩子其实拉到爱里面来，不要把他推向到边缘。其实你今天可以看到在龙泉身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，一个根本就不想混的人最后变成一个大毒贩。其实到后来他真的很想要走回正路，却好像走在钢索上，那个毒瘾就在那个旁边呢，似乎在窃笑，等待就是看你掉下来，然后一口把你给吞掉。其实回头真的很难吗？对他来说，好像他发现一个道理，在过去做梦的时候就会一直掉入一个深渊，没有人可以接得到他。然后呢，金钱、性、毒品、权力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填满着他。报复又怎么样呢？杀人很快乐吗？并没有。一直到他认识了耶稣之后，他才发现原来掉落的那个谷里面有一双手可以把他接起来，把他放到真理的生命道路上，从此才能够踏实满足平安喜乐。谢谢，谢谢。你们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，陈忠全弟兄啊，还有玉圆姊妹，我们看到这一集很受感动，因为跟这个龙泉弟兄很熟，我们在过去常常的一起到监狱去服侍，我看到了他那份虔敬的心，愿意帮助人的心。你怎么能想到他过去是那样的人？也许人不是一下子变坏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也想到在电视机前面也许有一些朋友也并不是甘心情愿想做坏事，也不是甘心情愿想吸毒，或者是在做一些违法的事，但是就是一步一步越踏越深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借着陈忠全弟兄他的见证来提醒我们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在的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看见龙泉弟兄不管他的过去怎么样，但他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的生命主，成为他的救主之后，他紧紧地抓住，他有警醒的心，他不敢做任何的违背主的意思的事。过去吸毒，过去贩毒，过去那都过去，旧事一过都变成新的了。他现在要做的是如何的帮助那些仍然在黑海中的人，让他们能够出来。主，求你持续的给他们夫妻力量，持续的使他们在做的任何的事情对那些人都能够受惠。我恭敬地为他们祷告，谢谢主。这样的为他们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亲爱的朋友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完了，这辈子完了，我没希望了，我什么都完了，我这样还怎么样？我们看见了，在我们的节目里有许多见证人，他们都说了他们的过去真的不堪设想，可是当耶稣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中间，所有的事情都改变，不只是有平安，也有喜乐。上帝赐福你。